你要反他是不是？搞他一下，尽量推。看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一直推。你先不要来，我自己偷就好，我自己偷就好。你先不要来，你就吃兵。你要偷是不是 ？OK OK。偷到了，偷到了，走了，偷到了。OK OK OK， 漂亮。那等一下，他们猴子回到他们红区，发现啊，干我的野怪怎么都不见了。你看，被狙掉，对啊。你连那个双石像都打了。双石像现在它的血量变少，很快要吃完了。究极也是。他等一下会去红区，对，我怎么去搞他？你要反他一下。搞他一下。尽量推。看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你先不要来，我自己偷就好，我自己偷就好。你先不要来，你就吃兵。你要偷是不是 ？OK OK。偷到了，偷到了，走了，偷到了。OK OK OK， 漂亮。猴子现在很惨啊，他要去三档。我要七等。也在出来，有点爆屁。来吧，我跟你推中线。悟空没大，没打。走吧。
接吃龙。那个中路在靠，但是你吃的速度我记得是很快。我真的把你抽他一张金牌，就要靠。哇呀！哇呀！忘记有这只角色在啊。没关系，他那一只两线上路要控，2000滴血都可以偷得掉了。真想直接炸过来就偷。对啊，我之前2000滴的巴龙，他一个远距离过去就直接偷掉了。我刚900滴就被他偷掉了。我是说，不是说，哦，一级就那个痛，对不对？他的炸弹板就是一定要挡。吃蒜，这是一条那个治愈的，治愈的吧？不放在上半身。我现在也觉得寻路者比较强。可以，回中。盖伦怎么进去了？那我不鬼喽，你们那边赢吗？可以啊。OK， 我回中，因为刚刚那个下。因为如果放那不对下，我应该会直接带那个奇异特使。他好像蛮会炸，他是 B 站主播。核心我们都有掌握了。打凶一点，打凶一点，我在旁边。这应该是有眼，应该是有眼。我大招还有30秒。我有空在中。是啊，还是你读的梦里来的？哎，哪里来的？然后下路这边，我那个信仰都走的，走吧，追上追。下路清完标准了吧？我们来一三组。莫名其妙。